加号。嗯。这比较薄心哈，你看。好。这个就是要这样写啊。像那个转有点转的那个。哦，有点转的。造型啊，造型该不敢换着哈，这样对不对？不用两横，一横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第二横你加了。对，这水太多了。它这不会吸，它这不会吸。不吸。它是环过，松氏夜灯。这样对不对？我们那个话等下这里出去。好，灯。灯在这里。有点点篆书的造型哈，它趣味了。在学美术的人来讲，除了墨色变化以外，造型变化也是一种他们喜欢走的路线。对灯，残眼镜，你不要让它流掉哈。这要不要吸一下？不用，你站起来，来，残，拉一下，好，残，好，好，好，那边会不会低？还好，就怕低了哈。还好，但是它，我就怕它，如果吸下来那个，就画面会太灰灰，会灰灰的。这水太多了哈。有时候吸完再下去就变成会坏掉、糊掉。好，这边有一点了，你看。不是，这刚刚弄到的。好，来，再来是沙亭。这种方式好了，沙。如果你说要这样，也可以这样更有感觉哈。沙。这样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往下，再往旁边出去，这是一种方式哈。沙，好，停，好，当然是，算术是这样写的。这样对吧？往这边带。
好，沙亭，这要连在一起啊？哎，没关系，篆书有连在一起，沙亭。春雨，春雨，春，哦，这是在中间。春雨，再来呢是到星空，到星空，这个是要写哪一个道呢？也可以写这个道，有点转的那个，对。星空，好，好行。空，因为它字少，所以你如果没有稍微变化的话，哈，会太单调，所以写。写那个什么，写春联，写那个对联哦，就是有一点点要这样想。好，赞，谢谢，等一下，好。来，还要动。嗯，啊，对。谁的款？没有写。这个没有。没有写啊。他这个是还是啊？少林。高山嵩山少林寺。好。那个少林寺里面的那个，好，那就是要写这么好了。如果因为它这个太空了，对不对？嵩山，哦，少林寺武功高强，哦，少。这个大部分都是落款，大概是第三个字开始，第三个字，要跑到地下第四个以后来。嗯，是所有落款都这样啊？所有落款大部分，但是也有例外啦。有也可以写东秒东，因为冬天近了，快到近了嘛，哈。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是什么？秒，秒，秒那个秒？树梢那个。树梢的秒，嗯。你看这个就很自然，但这个画下来，很多人爱看这个。是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纸哦，繁过。什么叫繁过？就是加繁，让它不会太晕，不会晕。啊，不会晕的产生什么效果？就是墨深下去就会变白，这样子是变白。比较反白，对。比较没有吸进去。所以跟普通的，我这要不要吹干了？
哎，也好，去等一下，好。